鬼门关之宝，看见关主之事，江湖上传闻多年的奇门绝招太极空手刀，你们可曾听说过？属下等久已知名。空手刀乃前古先人写下的秘籍，收藏之地尚无一人知晓，但有一块紫玉佩，刻着藏书地形，我们只要找到紫玉佩。 就能找到秘籍了。启禀关主，不知可有紫玉佩的下落？如今紫玉佩已经落入终南山桥洛天红手里，此种奇门功夫一旦被他人练成，对我们鬼门关威胁甚大。本座令你们七人于10日之内擒杀洛天红，夺回紫玉佩。启禀关主。 现在对洛天红的行踪一无所知，10日之限，只怕……黑面鬼王，你有什么意见？关主，属下的意思是……哼，为难泄气，临危不能受命，真不是本官的一份子。听着。 真没有，我没看到，不知道。哦，哎，哎，哎，不，真真，你被人家抓到，你要做鬼啊？小姐，我找你好久了，老爷让你快点回去。不，我玩的正起劲儿，待会儿我自己回去好了。不行啊，小姐，哎，真真，真真，你不要跑啊！ 快点回去，别惹麻烦。不，伯伯，我要你把他救回去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伯伯，爹常说不能见死不救。哎，快！
徒步吧，慢走，告辞了，不送了。原来这个人来路不明，不知是好是歹。依老奴之见，千万别收留他，以免惹祸上门。怎么会惹祸上门呢？别多心了。爹，伯伯醒了。 小女在郊外游戏，见兄台负伤垂危，背回来救治的。阁下是？老夫姓裘，莫非是豫州万家神佛裘大善人？那是乡人的谬赞，老夫愧不敢当。 我的玉佩，玉佩到哪儿去了？伯伯，你是在哪儿这个？给我。伯伯，这个好好玩啊！珍珍，不是你的东西，还给伯伯。多谢救命之恩，在下告辞。好，兄台身受重伤，切记走动。 在小庄静养几天，在下一定得走，迟了恐怕连累恩公的全家。啊，这话是怎么说？那批人凶残成性，个个都有一身惊人武功。万一要是找到这儿来，只怕恩公就要惹下大祸了。员外，好，兄台。 这两位是本庄的护院武士，武功非常高强，你放心的住下吧。恩公，鬼门关那批魔头，绝不是一帮武士所能抗拒的。哼，这方圆500里，五州13县，谁不知道我铁塔马大虎？告诉你，我胳膊上能跑马，拳头上能干的人，管他什么鬼门关不鬼门关的。 只要他敢带脑袋来，我叫他空着脖子回去。哼，别说马大个了，就凭我李吉，在江湖上也是一把好手。这位仁兄未免太瞧不起咱们哥俩了吧？二位，请原谅。兄弟失言。可是，兄台既然如此害怕，这院的后院有条地道，老夫派人去清理清理。 洛天红，你跑不掉的，快滚出来吧！各位英雄，本庄却无洛天红其人，想必是误会了吧？裘百万，你是有家室、有财富的大善人，何必牵连江湖上的事呢？快把洛天红交出来吧！没有就是没有，你们都是聋子，还不出去？什么？ 米粒蜘蛛也放光彩。再不交出洛天红来，我叫你们全庄没有一个活口！哼！英雄，的确没有这个人，这叫我如何说起呢？不说。
你想干什么？站住！滚开！哼！我告诉你，你们鬼门关的人，别人怕你，本教师爷可没把你们放在眼里边。你要能胜得了我手中的宝剑，我就把洛天红交给你。马师傅，你可不能乱讲话呀！洛天红果然在此。哎呀！鬼门关的人听命。 九百万胆敢窝藏终南山桥洛天红，阻扰本官行动，罪无可犯，杀他全庄，鸡犬不留。是。你们自取灭亡。撤！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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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
洛天红找到没有？没有，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哦，奇怪，哼，非找到他不可，就是钻到地下，也要把他挖出来。哎，不要走神。老鬼真会躲，看他能躲到哪儿去，把房子给他烧掉。对，伯伯，走。爹娘他们只怕被杀害，被杀了。不，我要回去找我爹娘和福伯他们。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。福伯也是被这群魔鬼害，家破人亡，想不到又连累你们一家人。福伯要替你爹娘报仇，就是粉身碎骨，也难偿你一家人对我的恩情债。伯伯。在心头，愁在眉头。
身负重伤，居然还能让他逃走，你们自己说该当何罪？属下等知罪，求关主法外开恩。十天限期已过，理该处死，顾念你们忠心耿耿，特准戴罪立功。关主大恩，过去难忘。万人迷，赶紧到西顷山调回追踪圣手鬼影子，连同你们一起捉拿洛天红回关。遵命。冷不冷？再哭，你爹娘知道了会更难过的。我爸爸，伯伯对不起你，这都是伯伯的罪过。我伯伯，你也不要哭啊。伯伯不哭，伯伯不哭，可怜的孩子。罗伯伯，我们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找到那本空手刀呢？再有两天路途就到了，等伯伯杀了恶魔，就回到隐峰村，重新建起那座村子，好吗？可是。爹娘、福伯伯，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伯伯，千毒救魔，罗天红，你这老鬼命可真长。你要知道，在我鬼影子追踪之下，从无漏网之鱼。你就是鬼影子？我鬼影子如鬼附身，如影随形。如今你就是插翅也难飞。伯伯，你要小心。上！还可以，爱听的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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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红，只要把紫玉佩交出来，我就饶你一命。办不到，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。老鬼，你到底给不给？我说过，犯不到。好，唱。真真，快到草堆里躲一躲。伯伯，你呢？我不要紧，快去。是。抓住这丫头，别让她跑了。站住！往哪儿跑？跑！站住！天都九魔，就是啊，韩江调走。原来是你们这一群鬼崽子又来杀人害命。哼，你这个老不死的居然也管起我们的闲事来了。不错，你硬是要找死。上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哪里，不用多礼。尊驾不就是终南山脚骆大侠吗？啊，在下正是。那你怎么会惹上鬼门关的？说起来一言难尽，鬼门关主只怕就要追到，在下身惹大祸，不得不赶紧过江，详情容后再禀。既然如此，我那儿有一条小舟，就借给你们摆渡过江吧。前辈真是恩痛再造，不用客气，请吧。哦，好。前辈，后会有期，多保重。王严太极，原来你就是鬼门关主。韩江吊叟，好大胆子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恶魔，听说你残害生灵，手段毒辣，老夫早想为民除害，正苦着找不到你。
是已经到了。嗯。哎。珍珍，你到那棵大树下等着我，伯伯去找那本秘籍去啊。好。记得就是在这个山谷里头啊！啊！伯伯，你怎么了？珍珍，我们不能报仇了，不能报仇了。伯伯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报仇？伯伯，你赶快说嘛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报仇嘛？这空手道要从幼年童身练起，才会有效。可是伯伯老了，练不成了。珍珍，伯伯真无用，我怎么对得起你爹娘在天之灵？伯伯，你不能练，那。我可以练吗？珍珍，你要练空手道啊！嗯，你要替你爹娘报仇。嗯，乖孩子。我这世外谷，一向没有人来过，除了洛贤弟之外，谁也不知道这个地方。你尽可放心好了。哦，多谢龚大哥，仗义收留啊。哦，不用客气。忠义之后，人人都该扶助。我还想将那套铁笛神镖传给他呢。真的？哎，当然是真的。你还是快去准备练习空手道的用具跟药草，早一点着手吧。是。
这点苦都忍不住，还想报仇啊？别哭了，过来。泡泡药液吧，没关系，别怕。练飞手刀，要身体保持平衡，神气汇集一致。好，你再试一次。是。偏高了，再把手肘压低一点。啊？哦。拼命教徒弟，教得锋芒射后矣。好，龚大伯，对不起嘛，人家不知道是你。嗯，在这世外谷还会有谁呢？哎，飞刀的本事你已经练得到家了，你现在继续练你的空手刀吧。啊。去泡药液吧。是，伯伯。走。哎，哎。喂，那位庄稼汉，我问你。啊！你们问我呀？废话，这儿除了你还有谁呀？我不问你，难道是问你手上的锄头啊？那大爷，你们有什么吩咐啊？喂，这儿有没有一个武林人物叫新山老农龚啸天的？新山老农没有听说过，姓龚的倒有一个。哦，他住在哪里？就在那边茅屋里。那过去看看。嗯。龚大伯。哎，想不到那些鬼崽子居然找到这儿来了。真，这是龚大伯当年行走江湖所用的武器。好，你就拿去吧。没关系，拿去。拿去吧。谢谢龚大伯。你们还是快走吧，连累大哥于心何安？哎呀，别啰嗦了，你们还是赶快走吧。别走。罗天红，你倒真会躲，这三四年来叫我们哥儿吃了不少苦头。罗贤弟，你们快由山后小路设法逃走吧。大哥，你这儿有我，快走。哦，原来你就是新山老农啊。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当面错过了。
既知我大名，还不赶快滚！啊！你别火，本姑娘向你赔罪就是了。哼，子午断魂针。好，哼，上！啊！你们快走！站住！快走！你还逞什么凶？你已经中了本姑娘的子午断魂针，你死定了！哼！伯伯找个通路。你自己走上绝路了吧？窝囊废，一个小小的洛天红居然再三的被他逃脱，你们究竟是在干什么？启禀关主，实在不是属下不尽力，是因为龚啸天武功高强，被他阻了一阵子，才会被他逃脱。住口！啊，办事不力，还想推卸责任，强词夺理，留你何用？请关主饶了我吧！你死吧！火速将洛天红及空手刀秘籍取来，否则他就是榜样。是。是小姑娘，你伯伯还没死呢。小姑娘，你不要哭了。老师傅，你能够救我伯伯吗？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碰到贫道就有得救了。严太极，劣迹昭彰，理应早日铲除，怎奈贫道早已
喜饮山林，不染红尘。况且严太极已练就浑元一气神功，浑身刀剑不入，贫道已未必能伤他的皮毛，所以我一时无法下山为民除害。那空手刀练成之后，能否击败他呢？你们对空手刀的练法有些错误。同时，严太极气功之罩门能随着时辰转变，谁也无法知道他死穴所在。这样吧，你们暂且在观中住下，真真就拜在贫道的门下，让我指点他苦练空手刀诀窍，传授其他天鹤步神功。洛施主则在本观修炼天眼通奇功，学习隔体观筋查脉之法，一成之日再下山复仇除害。多谢老仙长成全。免礼。真真，还不快叩头行拜师大礼。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儿大礼参拜。真真的，下来吧。师傅，伯父。真真的，你进步的真快，进步的可真快呀。谢谢师傅教导。只差几分火候就到了成功的阶段，大明儿起师傅教你新的招数。谢谢师傅。好好。师父差一点栽在你的手里。师父，是你让我的。啊，老仙长。天虹，真真，你怎么可以对师父这么任性？我。真真进步得如此神速，难道你不觉得高兴吗？啊？
什么事，师兄？鬼影子带着鬼门关一帮人到了山下，就要上山来了。来了也好。师妹，你说什么？免得我日后找不到他们。走。师妹。伯伯。沾沾，你不可妄动。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，还是回去找你师父商量商量，再做打算。天泰之时，二气之应，开而成动，缓而回升，开。这地方是前辈仙长无天真人修真之所，天雷洞，你们先进去躲一躲，等他们去了之后再放你们出来。进去吧，师父。哎，小刘星，师父，你也跟他们一块进去。啊。哎，进去啊。参见关主。找到没有？启禀关主，正派鬼使神差搜查中。哎，怎么没人呢？伯伯，师父一个人。启禀关主，内外均无人踪，是一座空道院。啊，空道院。严太极。大成丹士，原来是你。严太极，你率众侵入贫道修真之所，是何居心？你这个老杂毛，竟敢包庇洛天红与本座为敌。如果你乖乖的把人交出来，既往不咎。严太极，听贫道好言相劝，解散鬼门关，不要成天追魂夺命，赶尽杀绝。有为上天好生之德，我严某言出必行，任你如何狡辩，我自有一定之规。今天你若不交人，只有拿你的老命来替补。道门清净之地，岂容你们这等邪魔猖狂，还不及早回头。哼，你是不见棺材不掉眼泪的，本座就让你如愿吧。殷玄在，杜康在，拿下他。是。想不到老杂毛是有些雕虫小技，
看来只好由本座来超度你了。哎哎哎哎哎、但是你中了本座的血箭，啊，哼，活不了了。啊，你必遭天谴。伯伯，不知道师父能不能对付得了他们？我们也出不去。也帮不了忙。啊！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的话，老县长，快走，快走，师父，徒儿告辞了，快点走。
这秘籍总算真正都已练成了，现在只是加深火候而已。这天下垂涎的祸根，再也不能留于世上。天虹，你们已经落入天罗地网，插翅也难飞了。老伯伯，老鬼，这回可再没有人帮助你了吧？珍珍，快点逃吧。罗伯伯，我们跟这班魔鬼拼了，死也要死个痛快。哼，要死得痛快，还不如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。哼，休想！珍珍，快点逃跑！快！老伯伯，你呢？我苦练了多年的飞斧绝技，现在让他们尝尝厉害！哎，快上来！追那丫头，别让她跑了！追！追！追！让跑！小妞，你跑不了了。这么漂亮的姑娘，万一失手被杀死了，多可惜呀！你们这些杀人的魔鬼，今天我要跟你们拼了！你还是乖乖的跟我走吧。做梦！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来，你们给我捉活的！跑不了了吧？
铁面判官，现在该轮到你了吧？不清楚，确实不知道。那么，告辞了。慢走。地狱魔王严太极的行踪，诡秘莫测。老夫在江湖上行走了30多年了，从来就没有听说过鬼门关究竟设在何处。没人知道。你打听鬼门关，不怕惹上杀身之祸吗？哪怕是上刀山下油锅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当街调戏我妹妹，好大的胆子！我，这位大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别走！像你这种轻浮少年，不教训教训你，你不知道我燕南山的厉害。大哥。你别管啊！小子，原来你有两下子，怪不得这么狂妄。
我看大就算了吧。我有急事。不行。不要打了吗？来，大哥，不要人家打了。大爷，大哥。哎，大哥，住手！啊，大哥，你别再打了。哎，不要拦我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哎，放手！大哥，大哥，我今天非宰了他不可。大哥，你已经输招了。胡说！我怎么会输给这小子？你看呢？哎，公子，多谢公子手下留情，在下司徒雷代师兄向你赔不是。哪里，我自己也不好。哎，公子，请问尊姓大名？在下姓裘，恕我不能奉陪。哎，哎，来点什么吃的啊？嗯，来两斤汾酒。哎，是。再来几个菜。哎，是这。哎，二弟，你说鬼门关就在昌邑城里，我看不会吧？哎，大哥，你说话怎么口没遮拦？大庭广众，须防隔墙有耳。哼，怕什么？鬼门关这鬼崽子，我找还找不着哪儿啊！他们来了不正好吗？大哥，你……大哥，三妹言之有理，出门在外还是小心点好。哼，像你们这样胆小，就不要出来闯江湖了。二弟，我看你的消息不确实啊，土匪的山寨是在深山大泽，不会在昌邑这种大城里。哦，我看鬼门关也不会在这儿。我们不要再说这些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没关系，你别怕，二弟，你看我说的是不是啊？哎，掌柜的，哎，好。好，这是天地通天机子，老前辈指示我们的，那还会有错吗？是。哎，错了，我看一定错了。我们已经找了好几天了，连鬼门关的小鬼都碰不到一个。大哥。大哥。你别操心了，喝酒吧。来，好，客官请慢用。哼，何方鼠辈，有种的快出来，出来！有人下毒，是啊。大哥，你看，走吧，快点。黑店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别走啊！哎，你们还没给钱呢！哎，还没给钱。好笑啊！哎，客官，客官，下毒的事，小的确实不知道，请您仔细查查。你是掌柜吗？哎，是啊。混蛋啊！这么大的事情你会不知道？哎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小的给您赔礼。好，嘿，大哥小心。原来是微不足道的江南三侠，大理山神燕南山，女飞卫燕归来，怒剑司徒雷。哼，你们竟敢夸口跟鬼门关为敌，哼，真是自寻死路。狗贼，你们果然在此，看见。就是裘真真，大哥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没想到今天在此相遇，幸会幸会，大哥，
这小子只能智取，不能立敌，引他入鬼门关。走，大哥，大哥，快！多谢兄台救命之恩。不必多礼，追贼要紧，我们去看看。这些鬼崽子跑得真快，这可能就是他们通入鬼门关的地道。二哥，二哥，公子，这是你的，谢谢。公子，我们快追吧。这样贸然的下去，敌暗我明，相当危险。除此别无他法，也只有冒死一行了。司徒兄，你们跟鬼门关有何仇怨？杀父毁家之仇，这群魔鬼罪恶滔天，岂可当面错过？好，咱们闯。你们三个鼠辈，既然闯进了本关，就别想活着出去。哼，魔鬼，看你们还有什么苗头，尽管使出来吧。哦，哼，剁了他。是是是，上上。
三妹，你振作点。三妹，不要管我。三妹，只要能保住，大家走。我的尊严瞑目。姑娘，原谅我，我要追杀那个女魔。你快走，这儿有我。三妹，三妹，二哥，三妹，三妹，振作点。三妹，哎。年轻人，年轻人，请你过来一下。老伯，你有何见教？你能不能把这把剑借我看一看？我的剑。你是不是姓洛？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姓洛？啊，你就是雷儿，雷儿，
你连爹都不认识了。真的，爹。莲儿。严老魔，你的狐朋狗党都死在我手里，现在该轮到你了，快出来送死吧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本座经营数十年的地下密寨竟被你废了，我要用你的鲜血来补偿。严老魔，被你残害的数万阴魂都聚在你身边，正向你讨还血债，你的末日到了，出来吧。你要找死，我就成全你吧。听说你苦练太极空手道，今天我要见识见识。严老魔，别装神弄鬼，是好汉快出来一决生死。好吧，先叫你尝尝我的厉害。闯进了本关，就是有飞天之术，也难逃一死。咱们等着瞧吧。刚才追杀女魔的那位是不是邱振振？邱公子，爹，你怎么认识他？振振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没事吧？不要紧。洛伯伯，为什么我所练的空手刀没有办法伤他呢？
这个老魔练成了昏元一气功，浑身刀剑不入，真真要先破他的死穴。哦，老儿，算你还有眼力，可是，你却无法知道本座死穴所在，岂奈我何？老魔，我跟你拼了！这老魔的武功高不可量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除非合三人之力，否则无法除掉他。来吧。 醒醒啊，老伯伯！爹，你醒醒啊！爹，老伯伯！爹，你醒醒啊！伯伯！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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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真真，伯伯总算亲眼看见恶魔严太极被杀，鬼门国安一回，九泉之下见着你爹求恩公，也好有个交代。雷儿，秋姑娘一家人是为爹而死的，你要替爹好好的报答。答，真真，伯伯心愿已了，死而无憾。